我们首先感谢这位版主带给大家这个精彩的 FSD 片段，完整影片连结在资讯栏里。透过他的画面，我们了解 FSD Beta 的能力。有人请我也去同一个路段走看看，所以今天我就来挑战啦。吓成这样，等一下我到那个人家叫我挑战的地方，肯定是死定了。这次的 FSD Beta 10.69 系列分成很多集来呈现，连结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里，每集都有不容错过的精彩画面，错过了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哦。Beta 更新说明、影片连结也在资讯栏里，内容很多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哦。在快转本期内容之前，也请大家帮个忙，点赞、订阅支持我们，也请分享给志同道合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力挺相助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哦，请看到最后哦。你看这样是要怎么走？我不相信那个人他可以走那么顺，他加快速度好不好？你看开电动车的坏处就是讲人家不知道你在他后面。这个车到底可以走吗？为什么这两个车直接走马路？我也不知道。失败啊！然后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在他后面。哦，后面还有一台脚踏车。我跟你讲，刚才那个刹车可能是后面有一台脚踏车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急刹的时候，那个脚踏车就 take over me， 然后还看回头看我一眼。那现在他跟在我后面，我怕他不要跟在我后面，拜托。这个人是要挑战啊，不行啊。不行啦，这太多人了。那个人有剪辑好不好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啊。In 500 feet, your destination will be on the left.我觉得这也不是他当初来的地方啊。Now your destination is on the left.好了，到了啦。对啊。25 feet。解除。